哎，我觉得他唱得非常好，哎，蛮厉害的耶。像阿令，我觉得唱《月牙湾》就不错了。阿令之后应该就是戴姿颖了。他如果真的要发一个跟运动或梦想有关的歌的话，也是可以的。阿庆大战戴姿颖版《月牙湾》继阿令后第二会唱，给陈诺邦写歌。姐姐两年前在 KTV 合唱 FIR 菲尔乐团招牌歌《月牙湾》，在网上再度翻红。身为作曲人的阿庆，今出席活动也有听闻。哎，我觉得他唱得非常好，哎，蛮厉害的耶。《月牙湾》其实蛮难唱的哦，一般歌手要挑战，像阿令，我觉得唱《月牙湾》就不错了。阿令之后应该就是戴姿颖了。希望有戴姿颖有机会来 FIR 塔歌舞台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老板点头了。我是有开玩笑，在我的 IG 说，他如果真的要发一个跟运动或梦想有关的歌的话，也是可以的，因为我觉得他代表是一个运动家的精神嘛，我觉得这很正能量，就蛮适合我来创作。我觉得我很乐意啊，因为我在我 FB 我今天有转发那个新闻，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但是他应该是还是会专注在他的这个运动事业啦。阿庆老婆花花原定担任活动主持人，但感冒身体不适，故未出席。他早上就说：“老公，我可以不要去吗？我可以在家睡觉吗？因为我流鼻涕。”然后他就拿了一大包的卫生纸，因为那时候我早上起来我准备要化妆，他就放在我的那个桌上。我说：“好 ，OK， 老婆说什么都 OK 这样子。”